在这一边呢，我们看题目，它说 PQRS 是四个灯柱，然后 around the pool，然后 pool 呢就是中间这一个，OK，然后他问哪里一个 land 呢是五 unit from the center of the pool，center of the pool 就是它的这一个的中间，所以我们知道它中间是这一个，这个是它 center，OK。他问哪里一个是五 unit from 这一个的时候，五我们就知道 Pythagoras theorem 是三四五，所以我就看这边一二三四一二三，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答案是 Q，OK，为什么答案会是 Q 呢？它是这边这样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一边是向前走四格，然后向上走三格，所以三四五 Pythagoras，然后三四五。所以它在这一边，它这一边是三个，然后这一边是四个，所以这边是五个，所以它答案是 Q，OK，所以 CQ 是5，OK，然后你一个一个去算的时候，你会找到 CP 是 square root 20，CR 是 square root 20，CS 是 square root 17，这个是距离，这个我就不讲了。然后在这边，他说他有那个休息的那个椅子。要放在两个钉的中间，然后他问哪里两 pair 的是适合拿来放那一个椅子的，你就心里想啊，我在这一边 PQ 的中间，PS 的中间，SR 的中间，QQR 的中间，OK，然后PR 就肯定不可以了，PR 跟 SQ 的中间，它就直接在那个什么那个泳池里面了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什么它是 between P and Q，so 它给的答案是 between P and Q，OK，因为它不在那个湖里面，然后它也不会太靠近那个湖里面，OK，the middle between the other pair of lamp pole are either in the pool or very close to the edge of the pool。所以就是说，你看它的这一个的中间就在这一边，然后这一个的中间就非常靠近湖，或者是在湖里面的，这个肯定是在湖里面的，这个非常靠近湖，所以它是在这个 PQ 这边，OK，泳池靠近泳池。